九，你说的五个网络赚钱的方法，我是不是每个都要做呢？我听说有一些网红只红了一阵子，后来什么收入也没有，这是长远之计吗？我怕万一我以为自己做得不错，然后就离职了，但网络事业却不稳定，又没有工作，该怎么办呢？哇，小美，你真的长大了，居然想得那么远，很棒哦。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五种网络赚钱的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吧。网络赚钱的五个模式呢，第一个模式就是推广别人的产品。这类联盟行销的制度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快就能够取得商品来推广赚佣金，也不用去管金流啊、物流啊。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如果商品下架了，那你当初推广这个连结啊就会失效咯。所以你必须去常常注意你推广的产品是不是仍然有效。那如果失效了，我当初写的文章或录的影片不就等于做白工没钱赚了？对啊，因为你卖的是别人的产品，就是要去注意这些事情，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产出新的内容，增加你推广的产品的项目。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收集到客户的资料，因为呢，客户都是直接到原厂的网站去做交易，而不是跟你做交易，所以客户的资料呢都是在厂商的网站里头。如果呢你想在短期之内就赚到钱，这种联盟型的方法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只能当成你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哦。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最大好处啊，就是直接和客户交易，拥有这些客户的名单。未来呢，如果你有上市的产品，也能够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电话啊，或者是用 line 啊，和客户去做联系，取得他回购的机会。而产品是你自己的，所以呢，也比较好控制货源和销售的时间点。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啊，就是去经营你自己的品牌，而不是推广别人的品牌。这个概念啊，其实已经是创业家的思维咯。因为每一步呢，都是在为将来打下基础。有了这个品牌啊，有了自己的客户啊，销售自己的产品呢，就等于拥有了完整的掌控权。哇，听起来这是我想要的耶。那有什么缺点吗？最大缺点呢，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去做经营。因为创业家啊，就是全心全力投入自己的事业的人。所以我说，你必须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结合你的专长，并且呢，去确认这个市场是有需求的，你才能够做得开心，而且又能够赚到钱，才能够让这一条路持续的走下去。当你专注在你自己的事业，并且去获得成功的时候，你也不会再觉得这是缺点了，而是苦尽甘来的甜美果实啊。那第三种模式呢 ？Google 的 AdSense 广告分润，这种赚广告点击或是 YouTube 的影片盈利功能的分润机制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你设定好了，就再也不用去管它了。因为 Google 呢，它会自动去判断应该出现什么的广告在你的网站的旁边，或者是影片上面，去达到完全的被动收入的状态哦。哇，被动收入听起来超棒的，这应该没有什么缺点了吧？严格来说也不算是缺点，只是在于你觉得这个投报率是不是值得。例如你的网站本来就是在写保养品的使用心得文章，原本呢，你的文章想推广某一个品牌的保养品，也许卖出一个保养品呢，你可以赚到1000块钱，但是因为你的网站呢又放了 Google AdSense 的广告，结果呢，访客因为看到这个广告而点了那个广告，离开了你的网站，就去买了广告的产品，那么你原本想卖的产品呢，反而没有卖出去，只赚了一个点击广告的收入。而 Google AdSense 的广告呢，收入大约是1000个点击，只赚1块美金。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损失太大了？那还不如卖自己的产品，推广自己的产品就好啦。对吼，我怎么没想到？同样的道理 ，YouTube 的影片如果去开启了盈利的功能呢，就会有广告的干扰，就一定会有人点击广告而离开，没有继续看完你的影片内容。结果，影片里面原本你想要推广的产品就失去了曝光的机会了。那为什么那么多 YouTuber 还要开盈利功能呢？这是因为啊，每一支影片都有不同的目的。如果你的影片内容呢是为了销售某一个你自己想卖的产品，那么就必须去关闭盈利的功能，确保这个影片呢不会去跳出广告的干扰。但是有很多 YouTube 影片啊，它的内容其实本身并没有去植入性的行销。
例如说一些纯粹搞笑的影片啊，或者是纯粹教学的影片，那么开启盈利功能，让访客去点击或者是观看这个广告，他们才会有分润的收入哦。哦，原来如此，所以要不要开盈利功能是必须看状况来设定的咯。是啊，我们还是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对观众来说，他们只想看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该不该去安插 Google 的广告一定要仔细的评估，而不是到处都放广告就以为可以赚到最多钱，有时候呢会得到反效果哦。那第四种模式呢，就是直播打赏功能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和观众互动的这种感觉，和观众去培养感情的话呢，并获得抖内，这也是一种目前很流行的网络赚钱方式。我听说很多主播也会带货销售，对吗？对啊，如果你的粉丝够多，而且都很忠诚，对你推荐的产品很有信心，那你也能够在直播里面直接去销售产品。那前提是呢，你要先想清楚开直播的频道目的是什么，一开始呢就要先规划好你内容的走向，先专注在同一个类别里面，才能够去聚集相同兴趣的这些观众群，也才能够达到转换的目的，把粉丝转成你的客户哦。现在的直播平台都可以免费开直播，也不用成本，那靠直播赚钱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我觉得如果那是你的兴趣，就不算是缺点，因为直播和预录好的影片不一样，可能会变成你有播就有收入，没有播就没有收入的状况，那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固定在那个地方去直播，而少了一些自由。不过呢，像 YouTube 和脸书的这种直播啊，它可以选择在直播结束之后去保留这个影片，让之后的人呢可以继续去观看或是被搜寻到，这样呢未来也能有后续的被动收入来源哦。那第五种模式呢，直接和厂商去合作接业配。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除了第一种联盟行销的方式之外呢，就是直接和厂商合作去接业配啦。那销售厂商提供的产品，这也是目前很多部落客和网红的主要收入来源哦。这和联盟行销有什么不一样呢？联盟行销呢，主要是成交之后赚取固定比例的佣金，而业配呢，则是有三种的合作方式。一种呢，就是和联盟行销一样去抽取每一笔的成交订单的一些固定的比例佣金。那第二种呢，就是谈好当下单一合作的业配案的价格。好，比如说某个知名的 YouTuber 啊，他接了一个手机的业配案，然后呢拍一支手机，植入这个手机的品牌，然后开箱这个影片，他就可以收到5万块。好，我举例哦。之后呢，这个手机不管卖多少，都和这个 YouTuber 无关。好，这是第二种方法。那第三种呢，就是前面这两种方法的总和。譬如说厂商呢先支付了一个业配的影片5万块，然后之后呢再针对每一项产品卖出之后去抽每一项产品的佣金，好像也不错。那有什么缺点吗？也不是什么缺点啊，就是要负担一些风险。如果呢有厂商主动来找你，那表示你已经有了一点知名度，但是呢你要去谨慎的选择厂商和产品，因为粉丝呢他是信任你这个人嘛，所以如果你推荐的产品不符合你的描述，那你辜负了粉丝对你的期待，甚至呢使用产品后造成了健康的损害，哇，那对你来说就很不好啦。找出适合你网络赚钱方式三要点。一，联盟行销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到小钱。二，销售自己的产品就像在创业。三，务必了解每一种赚钱方式的优缺点。